详细带来关心新闻焦点。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首度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，谈两岸关系。同组党殴打台大学生案，警方启动扫黑，切断相关金流。为了连任，先 fire 自己吗？日本首相安倍宣布周四解散国会。百货周年庆起跑，各家百货纷纷以美食展、快闪店刺激买气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